抽血检查之后，哦，发现哦，他的肝脏酵素是偏高的。那一开始以为是像肝脏发炎的问题，哦，但是他吃药之后并没有特别的改善。那因为我联想到他这个肌肉的问题，可能是罕见的一种肢体免疫性疾病，叫做多发性肌炎。那我们抽血检查之后发现，确实他的肌酸酵素确实是高达3200。多发性肌炎它其实是一种罕见的肢体免疫疾病，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产生发炎，常见特征就是可能会有对称性的那个近端肌肉无力，大好发在这个中年女性，常见可能会有合并恶性肿瘤，尤其像何女士这种体重减轻，短期内减轻这么多，更要都要仔细检查。那在检查之后，我们排除了何女士有恶性肿瘤的问题，那放心的使用免疫制剂治疗之后，她的症状有很大的改善。